恭喜今天得奖的所有我们志愿服务的志工团队，恭喜大家，因为金暉奖是志愿服务里面最高的荣誉。在这个慈善的工作上啊，我们都站在一起的，我们都很愿意为这个社会来付出我们的一点心意。金暉得奖者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社会就非常非常的温暖。那施比受更有福，那我也相信我们的城市因为有大家的参与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城市进步的象征啊。有很多的志工伙伴啊，不仅当市长的分身，那同时也是天使的分身啊，所以我要代表曾经被大家帮助过所有的市民朋友，深深的鞠躬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高雄有你真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